是谢新汉，毕业于国立台南大学附中，今年统测考了662分。学弟妹们，坚持到底就是赢家，请告诉自己一定要达成目标。我是邱欣彤，毕业于台南高工建筑科，今年统测考642分。我想跟你们说，不要放弃自己，也不要管别人怎么想，好好读就对了。我是杨雅纯，今年毕业于台南高工化工科，今年的统测考了640分。读书是自己的事，自己的路自己走，千万不要后悔。我是颜良宇，毕业于台南高工，今年统测考了670分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同学不要被一次失败击倒，加油。